那我是沈佳宜，将一首歌送给你们啊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心魔》啊，具体写的是一个在说唱道路上奋斗的一个孩子跟他的一个朋友吧，算是朋友的一段对话啊，送给所有的朋友，《心魔》。现在又变本加厉，想尽其中补偿悔改。你落下了不少学业，荒废了太多时间，竟然还决定复仇下个10年去实践。我没错，无论重来多少次，我的选择依然如此。Breaking breaking down, rapper two, 留有我的故事在节奏中沉醉在音律中度日，哪怕流落街头，也愿用一生去赋诗。也许你站在舞台上，观众会高呼欣慰，但你甚至不能以此为业。梦可 make money， 却你没法成名。看你那可怜的播放点击专辑，能卖出10张，你都该谢天谢地。我喜欢手握麦克风，即使没有听众率，寻寻也必须保持原则的轻重。是否能够成名，这不是问题的关键。为数不多的人，我相信一定懂我的观念。家境不好，父母给你的青春，你却不断把它大把浪费，不务正业，这是一种挥霍。灵感闪现时，我废寝忘食，思绪转化成为字句，难道寒窗苦读才算拼搏？别忘了你现在的任务是考个好的大学，找到好的工作，怎么才能展翅出台打猎？我会努力看住，相信我，但是你怎么确定我就会注定堕落，不能成就大业？你错了，我是对的，投入多了，但是值得，会成功吗？希望是会的，错了，也许吧，最好尽快结束你这场可笑的梦。既然选择坚持，当然不会计较的痛。错了，我是对的，投入多了，但是值得，会成功吗？希望是会的，你错了，也许吧。最好尽快结束你这场可笑的梦。既然选择坚持，当然不会计较的痛。这是我心底的声音，是心魔的阴谋，我的脚印和身影，信念会为我拼凑。也许会悔恨万分，当我蹒跚了身形，可至少曾经我投入过真情。对了，提醒你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嘴，所说的越真实越容易把身边的人得罪。还信口说要用语言的品描述这个烂社会，好好看看你自己，不就只剩这套烂设备。这个社会的病了，身边的人也都病了，是随波逐流还是抵抗直到生命殆尽呢？我选择后者，于是存留一段文字，一首歌，一片灵魂，我想它会保持清澈。看你那曾经玩过火的前辈，有几个人能出人头地？虽然自己很前卫，醒醒吧孩子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别再写励志的歌了，你根本他不是一个歌者。我知道我该怎么做，所以请你们别说，最后回答你这一次以后将保持沉默。听不懂我歌词的含义，那请你试一次，我的未来我自己能定义。 I never give up。 17了也该懂事了，爸妈望子成龙对你的委屈听出，你也应该记得。快18了，我必须学会做个男人，履行许下的承诺，哪怕现实很残忍。是我心底的声音，是心魔的阴谋，我的脚印和身影，信念会为我拼凑。也许会悔恨万分，当我蹒跚了身形，可至少曾经我投入过真情。